啊，姑娘，我的姑娘，啊，姑娘，我的姑娘，当你看见飘来的流云，那就是我炙热的爱，在向你发香。大家来听听这样的两地曲最后的高音，对吧？一般人听起来就纯真声，他说是带胸腔，那叫重技能歌唱。我们唱歌是为了享受的，为什么要带着一个沉重的枷锁去歌唱呢？所以现在整个音乐学院采用的这种什么，认为带着胸声的嗨词语，这是最没有质量的啊！这叫重技能。你如果说你懂声乐的人去扒扒声乐教材，什么叫轻技能，什么叫重技能？喜欢我这么轻松歌唱的朋友，一定记得关注我，早关注早。